那艾索其实他的状况最近不错，你要把他换掉也很奇怪。好，看到现在这场比赛开始了，这场比赛啊攻下了11分呢，他也是在板凳区出发非常稳定的一个得分点。那这场比赛呢是直接拉到先发。 另外没有就是4分，那稍微正常一点的是Asher攻下了17分，哇，在弧顶一大步的距离 ，Singletary 主场的就是莫诺西鞋柜，7场比赛下来赢了6场，6胜1败，胜率高达87%。对，不过对富邦来讲这也不是坏事，命中率是偏低。其实，在勇士这边 pick and roll handoff 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才完成。 往里面磨，哎呦，他就是有方法。这个板凳上就有一两个骑兵今天状况特别好。Garcia 来了，终于，现在应该是要让 Morrison 来打了。包夹这个站位站的还蛮不错的，拉杆之后进去，2分要到，就掉篮底下，小勾手没有投进，篮板球保护下来 ，Asher 直接飞。 陈文鼎抓到了进攻篮板，用左手摆进。格拉汉做个漂亮的假动作，飞身进来，用右手挑进。底线，再给到蔡文成，中距离再来一个，外围被 Asher 干扰到了，漂亮的给球，直接给到Asher双手扣进。 终于打出在上半场最漂亮的一次 transition， 球给出来 ，Lash 再找机会也没有，这边防守很黏啊，陈文鼎又把球给拨掉，哇，这一波防守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啊，成功的超前，弧顶 ，OJ 没有，毫不犹豫三分球，终于出现了第一颗的三分球啊，这球又拨掉了。 陈文鼎非常有经验的把这个球给守下来。陈文鼎在前防守是他一个防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，很习惯用这样的一个策略。再来一颗三分球 ，OJ 没有漂亮的传球找到 Asher， 去2波都是3分得手，一波10-0的攻势了。外围，哇，这个追分真的特别三分有魅力啊！可惜这个球放偏了一点，所以不断的在观察自己的队友在哪里。 底线直接飙外围 ，Lash 投进3分球。陈文鼎，这次的外围还是偏了，哇，没有跟上。让 Morrison 获得一个双手扣篮的机会，没有空档，哇，还是没有进。没有，其实，在最近啊，被针对性的防守啊，他的命中率似乎下降了。哇哟，这个第二节 Game Clock 跟 Shot Clock 差5秒钟。 外围出手，洪志善有了三分球飙进之后啊，现在双方仅仅是2分差距。Singletary 硬是要上，还是在第二节结束前被他打进一波。对，他的方圆真的是够大，所以你要整个过他那个面不容易。哇 ，Singletary， 再完成，底线出手有了，怪。 球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，但也没有成功，让 Lash 非常轻松的做了个假动作，带进一点，篮板球拿回来 ，OJ 没有，弧顶飙进3分球，我们非常需要这一颗，2分算，那因为犯规的关系啊，球权再给到莫洛西鞋滚，就让 Singletary 连续命中2元，篮板球，快速的倒给郭少杰，空档的机会，3分球进，跟你配了，但是有机会他就出手了，<笑>没错。Singletary 要突破了，拉杆之后的打板，是一次挑战，两个人成功，4分钟。哎呦，这次竟然被他放进去了，里面突破去硬上也是可以。 哦，这个球站位站得非常成功。是，不过现在整个莫西有个这边好像完全好球。是，暂停过后的那种反攻的号角，他这个分数来进账是很快的。哇，说着说着就来了。Lamb 硬是往里面打，是上来牺牲打。不过球队其实组成就是多余的，什么球员都有，那牺牲来球员就看你什么时候用。
哦，非常过去，郭少杰没有在犹豫的。Lam， 王德胜贴在他旁边。是这个区域防守啊，就是不但要把他逼到陷阱啊，不过他个人能力没话说啊。队友传给你的空档 catch shoot， 其实空档是大。OJ 飞身进来，用左手两分摆进，而且要到对方的犯规 and one。哇，切了给一个小球，漂亮。弄雪拉杆，再给到 Garcia， 终于逮到机会了，双手在篮底下扣进，才完成空档机会，三分球进。对，差一点点超到，还原的防守基本上都猜到了。Morgan， 硬是往里面要打，哇，结果也要到 Garcia 犯规，这球还被他打进去啊！哦呦，这个球被点掉了，直接往空中戳，哇，在前面完全没有防守者，也毛毛的，因为这个毕竟跟对方对抗的是他，掉了空中，来一个漂亮的奥利又配合。球再给到 Singletary， 直接飘外围一记三分球，是 Big Shot， 两罚都进，没有漂亮的假动作，这个 hesitation 做得非常漂亮。是 Singletary 有点吓到，把球给出去，这都发生失误了。在前面有多打扫的机会，林书伟接进去的抛投，这球是关键，这一球绝对是关键。Lash 把球带过来。决定要靠在林书伟的身上去打，就这个球面，哎呀，这个自己弹进去啊！同时来讲，已经没有猜帽喽。哎，高西亚这个球成功的抄到，这时候犯规，罚球啊！对，两次的罚球，第一罚顺利罚进，暂停了，就看球员在球场上。不过刚刚在裁判呢，在给了郭少杰，靠近篮筐没问题，篮板球没有掌握住。Singletary 往前面推 ，Lash 四十五度角的三分球命中。有转换啊，其实富邦必须要去注意。Lash 好像脸被打了一下，但 OJ 没有，才不管他。决赛对到了这个摩洛吸血鬼，我觉得富邦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竞争力。Garcia 够久了。Hello Lam， 哇，这个脚步漂亮。才完成。切进去打进，没有他冻结就包夹超球啊，超不到就没有了。是是是。